个也是新款那家，这件也是美到爆，这颜色很好看，它是有一点点灰绿色，我觉得这个颜色很有质感，手像太阳这边领口地方都不会做得太宽，这个手袖部分也很漂亮。八八折的话还蛮多颜色的，我现在这个灰绿色，对，然后杏色，杏色，然后这一件我觉得它的下摆比较，对，它下摆很美，它下摆是做这种圆弧状，不一样，就是有一点弧状。它的我一开始看到，我觉得它这个圆弧状就是很高级，对，有点像都是直接车平面的黑色，然后还有这个有点粉杏色，粉杏色，对，我觉得身上这个颜色很好，你再说这个。杏色，我觉得这带颜，这带点粉，对。内搭我自己是首推这个颜色，没错，灰绿色，对，我觉得很漂亮。外套没有分尺寸，然后你们可以像我这样皱皱的穿，或者是把它反折。反折也可以，对。但我是觉得这一件呢，它如果这样皱皱的穿，我觉得会比较好看。